南。桃园市六年级。哦，六年级。请看题目。桃园市。师父说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候你才五岁，但你到我这个年纪时我已经71岁了，请问徒弟几岁，师父几岁？我在你这个年纪时才五，这逻辑的吧，这有点逻辑耶。几岁跟几岁哦，师父几岁，徒弟几岁，请翻牌。我看不懂题，还没算出来啊？是这样吗？几岁跟几岁？38跟33，我写不出来啊！我刚看到他以为很有。五减零 x， 我们说一般是打 x 跟 y， 他不会写 s 跟 y， 所以在数学的领域里面，我没有看到 s， 我们说的是 x 跟 y， 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懂。OK， 所以是18公里哦，算了，他没有答案。然后你的是38、33，对不对？那你的是5岁跟七，但你到我这个年纪我就71，你到我这个年纪我就71岁，所以他现在71，怎么合理？现在71岁啊，不是你到我这个年纪我就71了，对，就是你。过了你的年纪加到我现在年纪加起来才71，我觉得这题很像是中文题，我中文不太好，看不太懂。对，我也中文不太好。我们来看正确解答。哇！他意思说，师父的年纪设为 x， 徒弟设为 y， 再列出 y 减括号 s 减 y 等于5。那 x 再加 x 减 y 等于71，那是国小，得到 x 是49 ，y 等于27，这样子。那或者你可以把双方的年龄它的差距设为 d， 所以徒弟年纪加5，对不对？他们年纪差嘛，加5，然后师父是71减 d， 那得到的是27跟49。确定这个是国小吗？对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个主题最大的疑问啦。这个太难了，我们要进行下一题。下列哪一组的角度不可能组成三角形？它是新北市五年级哦，新北市哦，书田。有90、40、40、30、65、85、52度、108度、20度、40度、4度、100度，请问哪一个不可能组成三角形？新北市五年级，来，请翻牌。好了，三十。夏雨欣又把那个，因为我是一。一，你把它描粗一点，对不对？刚被我衣服擦到了。描粗一点点，我看呢。哎，哪一个？啊，我终于知道了。一啊。啊？反正是一吧。你就听完大家一之后。没有，不是，因为全部相加要等于180。突然，哎，军点不要改了，军点不用改了。写3的、2的都是没有分数，3跟2举手，我看一下，把分数扣掉，三二的 out， 对不对？正确解答，请看，对嘛？加起来180，你怎么突然想到的？没有，因为我发现呢，其实2、3、4的每一个数字加起来都是180。就是有第一个是不是180是170哦，就是第一个问题，就是不是很聪明，但是老师会看脸色，知道脸色在哪里，有点困难哦。